我公又看上了这一个大狮子了。别考虑了，咱们家放不下。今天我公说要带我们去看那个房子外观石材，法理说是在哪里？贵安红武那个地方。我都跟装修公司这边谈好了，总价下来大概30几万，正面全部做成干挂，还有栏杆，包括侧面的那些窗套。咱们今天就看一下那花色跟做工。我们对石材这块呢还是不太懂，一会儿拍出来大伙帮我们一块参考参考。而且装修公司打电话过来催了。那走吧走吧，赶紧走。先去把装修公司的人接上。其实材啊，那平面不贵，全部是那些雕花的，跟那些线条比较贵，都是精雕细琢的东西贵。换成那栏杆下来要40多米，将近50米栏杆。今天天气很凉快，刚下过雨。咱们今天去的那有多少公里？来回100多公里。那刚好测一下这个车的续航怎么样？现在是表显是697，然后走的是313公里。回来看一下多少公里，看打几折。我们田今天感冒也好多了，没有发烧了，但是精神状态好像一般吧。有没有难受呀？喉咙痛不痛？要不要喝水？要不要喝水？加发炉。这真的不能惦记，说来就来了。太强。太强，你身体中的心理，你若何地经过几道山顶，看到一个平地的雪。这边全是做石材。哇，一起藏在，要这都是一起。到了到了，石材的加工厂。这边也是好多的工艺品，主要的话咱们今天是要来看看石材的做工怎么样。一张叫荔枝片的，荔枝片要那个连机的咔嚓张的粗皮的。哎呀，好好的，你可以泼黑雨的，你对什么来说心暗面？对，我嫌太红了。我们是更倾向于稍微再白一点点的，新一点。来来来，这个就是白一点的。哦，还要看来顺眼一点哦。这个装起来感觉会白一点亮一点，然后这个的话上面带一点点红红黑黑的纹路。更贵耶，那个更便宜一点，那个白色的，好丑。老板说这个石材的话，上面会有比较多的伤点，你看。啊，这不是那么好。啊，对，还有这里。那久了之后就有这种颜色出来嘛？啊，就看的有点脏。他们更推荐是那一款。这种太骗了，买家买。这个的话做出来的颜色就跟这个有点像啊，颜色的话暗一点点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大象啊。瓷砖的话到时候还有这种颜色，跟这个石材颜色比较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他们也拿不定主意。是就他了啊。可以，你们做主就好了。下去就没了啊，不能反悔了。不反悔了。现在比较流行这种荔枝片的，主要是咱们那个村很少见这个颜色。对呀、啊、挺好看。再过去看一下雕花，看看什么样的花型比较好看。再看一点，同时又能控制好成本的。你不会看上这一个了吧？这也是雕花，你看雕的这么复杂，这肯定不少钱。这边是围栏。我公又看上了这一个大狮子了。别考虑了，咱们家放不下。咱俩不适合买这种，太浮夸了。那个是什么呀？不认识。他认识啊？是不是观音菩萨？感觉今天状态还是不是很好。嗯，不关系。估计喉咙还痛，他说喉咙痛，米饭吃有点咽不下。现在来看是用什么围栏？雕花选这个吗？等一下看一下花样。这刷新那个。老妈，你看哪个花牌？这个是雕花吗？放大，咱们看这个。它这个也不一样，这个比你们更不一样。它这个比较细，但是感觉有点花哈。嗯。你去看一下，看到底选哪一个图案呀？这边来大区美啊，还是设计师？哎，杀鸡跳，这杀鸡跳的更短，是啊是啊，宽的，不换。那就还是按图纸上面走呗。基本上都没大变化。大家猜猜我们现在到了哪里？我们来到了海边。你看一望无际的过去，都是蓝天白云，有海的味道。看到大海了没有？我们现在准备去捞一点海产，准备中午做饭吃。胡说吧你，你捞得到吗？我们现在来这边吃饭。你看那个海浪的浪，是边吃着饭边欣赏蓝天白云。过一段时间可以真的可以过来。看到吃的这么高兴啊！评论区手机下。一楼也捞点白鸡了。全都是海鲜，而且都很新鲜。把这些提干加满足了。这螃蟹看的颜色都不一样。蟹肉你不最喜欢吃？你不喜欢吃吗？罗马五味鱼。他怎么还行？放牛吃鸡的，我就差偏差。你看这个鱼很鲜。那个虾多啊。Later， 你看这外面这风景是真的漂亮啊。没事，还真的很好看。啊，这晚上是个大子，没事，走吧。
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商量了一下，这个食材定做的话，周期是两个月。然后刚好的话，我们到时候趁这两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回一趟西安。这样刚好回来就可以做外墙装修了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吃饱了没有？他说吃饱了。你都是喝汤跟吃蟹肉，你都没吃。他吃好的呀。你们婆媳俩是真爽。咋了？睡觉。跑了多少公里啊？今天走了193，底下是461，掉了多少？掉了应该是个除以238，0.8一折。如果按今天咱这样开的话，基本上500到550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咱们今天看的那食材怎么这么贵呀？30多万。它那里面包含了安装柜，还有材。全部包括了，给它安装好了。安装好了。对，要不然食材拿那么贵。我感觉啊，我们家盖这个房子，我老爸老妈真的老了不少。半夜的嘛。那不很正常吗？盖房的就是会心会力还会钱。包括我老妈也是哦，回到老家，他们俩真的都是最辛苦，一个负责太甜，一个负责补盐。关键还菜种的不多啊。啊，没事啊，吃上也很好啦。咱们这一早夜来，他们就要愁了，吃不好睡不好。我想就可以离你。舍不得赶走。如果路再远一点，我想就能和你多聊一点。